老铁们，这个是巨型的皮皮虾，500来块钱一只啊，宝宝们，下面咱们就给它造了，来，看，吃吧，咱家就有这条件，一人一只，来，好嘞，来，一人一只啊，好嘞，你看这几个徒弟，一人一只，嗯，我也来一只尝尝，老铁们，500来块钱一只的皮皮虾到底是什么味道呢？妈，这肉就是厚啊！咱们录之前咋说的？他都吃上了呢，摆拍一下得了呗，就。控制不住了，那舌头咋吃？咱留着直播吃，哎呀，你说说，都真吃，你说，哎呀，我都舍不得吃。我靠，太肥了，这皮皮虾。都真吃了，你说了，多气人！